鱼香大虾。鱼香大虾的用料有明虾、调料使用葱、姜、蒜、剁碎的泡红辣椒、菜油。精盐、料酒、味精。醋、白糖、水淀粉。做鱼香大虾，在炒锅内放油，然后放入经过初加工后的大虾。将大虾煎成颜色变红，虾体曲卷时倒入漏勺。炒锅内放底油，放泡红辣椒，在火上微炒。加入葱、姜、蒜，炒香。加入料酒、精盐、味精、醋、白糖。加入鲜汤，汤烧开以后，撇去渗渣，然后将大虾倒入锅内，用小火烧至入味断生，然后整齐地码在盘中。原汤则用水淀粉勾芡，
淋入明油，然后均匀地浇在大虾身上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鱼香大虾的特点是色泽红亮，味咸、甜、酸、辣，肉质脆嫩，是川菜宴席中的大菜之一。